大家好啊！有教会，有耶稣嘅教会真系好重要。咁都大家好啦。咁Auntie 婉儿对你好啦。咁啊都多谢你带同 Hugo 带领教会，咁以至教力教养一啲有忠心嘅仆人，咁就让我又成为仆人啦。咁样啦。好，咁我讲一讲啦。咁我叫阿 Ted 啦。咁我而家咧就喺菲律宾做宣教嘅工作嘅。咁我講一講我自己本身先啦。咁我以前就係喺銀行度工作嘅。咁我畢業即係讀書畢業嘅時候咧，都會諗一個問題，就係究竟我要 one for money 啊，定係 one for glory 嘅。咁但係都可能即係出嚟做嘢嘅時候都可能想係即係做一啲穩定嘅工作先啦，咁之類啦。咁所以咁我就可能去銀行做。咁做咗一段時間兩年幾到啦，咁唔係都唔有啲唔係話咁如意，有心裏邊好多掙扎裏邊。咁跟住就同埋都一直想做一啲同主有關嘅工作，咁就跟住就攞辭啦。咁就攞辭之後咧，就四月咧，咁就復活節咧有個宣教活動。咁我從來未去過短宣，即係我呢啲係法利賽人卅幾年咧。都未三十零年信咗耶穌都未去過短宣，即係未去過宣教咁樣。咁但係咁啊，今次咧就去到菲律賓短宣啦。咁同 Anthony 啊，係 Anthony 四哥 Anthony 咁一齊去喺跟佢個機構去短宣啦。因為佢之前咧菲律賓嗰度咧有個泥石流，咁就係一個好大型嘅天災。咁之後咧我就就2016年咧就八月尾咧就正式成為宣教士等印啦，個 visa 咁就喺當地服侍啦。咁我有咩做咧？唔該，咁我主要咧都做幾樣嘢啦，食物供應啦，藥物供應啦，咁一啲教育資助啦，咁就會有探訪啦。咁最新嘅有一個叫監獄嘅探訪啦，同埋我哋都會有一啲 training 啦，同埋我都會教一啲可能教電腦嘅喺當地。好，咁呢個咧係我哋做餵養嘅 program 裏邊啦。咁我哋都會提供一啲食物咧，就俾60個小朋友啊，咁都有啲老人家或者係媽媽咁之類嘅。咁而家你睇緊啦，我哋暫時都有啲小朋友啊。咁我哋通常都係嗰度，即係嗰段時間都可能會落雨啊，咁樣跟住啲小朋友都可能喺地下食嘢啊。咁其實我哋都慣咗噶啦，咁樣啦。咁都唔知道，即係山區嘛，你明白？咁樣我哋有同冇都係可以冇噶。咁啊下一個唔該。咁我哋都會頭先講啦，資助一啲學生啦。咁我哋有啲學生咧都喺當地嘅學校咧可能 top five 啊，甚至我哋有一個資助嘅學生咧，佢出到去主流嘅學校咧係中學嚟嘅，講緊係 top one， 即係第一名嘅。所以呢個要感謝主啦。當我哋願意去捐助，或者當我哋願意接幫助人嘅時候，如果人去願意去回應，去願意勤力裏邊，佢都可以喺出人頭地，或者佢可能都有個好嘅成績裏面啦。好，唔該。好，咁我哋喺BDN 啦，都買咗笪地啦，都請為我哋禱告啦。咁我哋而家笪地咧都係主要愛嚟咧做餵食嘅工作啦。咁我哋都係幾支竹咁樣，幾碌木咁樣搭個帳篷咁樣啦。咁最緊要都係擋住啲雨嘅啫。咁都為小朋友啦。咁我哋每次餵食嘅時候之前，我哋都會有敬拜祈禱咁樣嘅，係啦。好，咁同埋我哋都講緊咧，唔緊要，繼續啊。咁我哋都講緊咧，因為我嚟緊咧去翻去嘅話咧，我哋都希望可能多啲 program 或者多啲計劃係可以幫助到當地嘅居民啦。咁我哋又希望可以諗緊一啲例如為叫魚菜共生嘅計劃，睇下可唔可以引入去幫助當地嘅人咧去自我供應嘅。咁依家都係一啲初步計劃，咁都請大家為我哋祈禱，因為我哋都未必識得做，但係我哋願意去做咁樣啦。好，咁講一講一啲咁新嘅嘢，一個今次翻到去都有一個每個禮拜四啦，咁都會同牧師咧一齊去監獄去探訪嘅。咁個監獄好得意嘅，咁就喺啲市政大樓裏邊嘅，即係運輸處啊、入境處啊、郵政局啊啲隔離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外表嗰啲，佢哋政府部門嗰啲就好靚啦，一去到監獄嗰啲就慘不忍睹啦。即係你見啲老鼠係好平常，雖然我都成日見老鼠，咁我屋企都養住只老鼠，因為
Alex 啊，唔該。係，咁今次咧，我因為颱風季節啦，其實每年都應該會遇一次噶啦。咁個颱風季節就喺即有一晚啦，就依、這個即今次係幾深刻嘅，因為平時都每日經歷慣日曬雨淋啊，或者停電都慣咗，但係今次依個係最深刻係依個羅亞方舟颱風版，但係我唔喺方舟裏邊。咁因為有一晚咧半夜半醒，即瞓覺。瞓覺咁，通常突然間瞓下就見到啲即係聽到啲人啊、動物啊喺度鬼哭狼嚎啦、叫曬咁樣。咁但係就自己其實都冇乜感覺，因為慣咗嘛。咁啊繼續瞓啦，咁啊瞓下咁就聽到啲雨聲咧。就平時啲雨聲係大家應該都聽到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樣。咁聽到嗰次咧就唔係滴滴答答啦。哇！好似急流咁嘅聲啊，咁啊擲醒啦，起身啦，即刻咁啊望到出面咧，其實已經即係停咗電，同埋已經成條河，即係出面條街啊！即係依家大家你行出面條街，可能哇全部都係河水嚟嘅，即係急流咁樣衝嘅。咁就即係都覺得哇有啲危險咯喎，真心覺得。咁跟住咧，人都仲未醒嘅，其實嗰陣時，咁啊，翻去自己睇翻自己嘅一啲宿，即係自己住嘅地方啦。自己住嘅地方咧，其實某一部分咧已經，即係我有一部分係落一級嘅。落一級嘅話咧，其實已經水浸噶啦，即係泥同水咁樣啦。你見到個垃圾桶啊，跟住又你見到個雪櫃，係啊，雪櫃已經浸住咗噶啦。咁個飯煲啊飄下飄下咁啦。跟住再打開埋道門咧，嗰、那個 gas 爐啊，唔係嗰個石油氣爐，嗰、那個咩啊？唔係石油氣爐，嗰、那個咩啊？唔係嗰個咩啊？石油樽咁啊，石油樽都浮起咗噶啦，咁已經噶嘛。咁啊，唯有跳落去救佢啦，咁啊，咁啊都驚爆炸噶嘛。咁即係如果話嗱，有一個位係廁所噶啦，咁大就係話咧就冇計啦，就一定要去廁，即係行入去啦。細嘅話咧，我都唔理啦。細嘅話，我就直接解決啦喺嗰度，即係冇去廁所啦咁啦。咁即係嗰下都幾真係幾驚險對我嚟講。咁但係亦都好似琴日我哋主日咧都有唱《安靜》呢首歌，真係當大海即係有洪水嘅時候，神都同我同在。即係我心裏邊有一個好平嘅好好大嘅平安喺裏邊。即係雖然我做定一個最 worst 嘅，即係最壞嘅打算，即係攞個防水袋接，跟住就整崩佢，就當水泡咁，就荃灣衝到落葵興噶啦。即係個最 worst 嘅話，係咪先？唔驚啦，係咪？咁係咯，依個係我今次最大嘅深刻嘅一個感受，因為真係可能覺得哇，有啲危險。咁感謝主啦。咁並且嗰邊水咁急嘅話咧，其實水源喺山區度，所以其實當地居民係更加危險。咁感謝主啦，咁一個都冇流失啦。咁都好咁我下面啦，咁我嚟緊，我之前上個禮拜咧都唔係即係上次啦，喺菲律賓嘅時候咧，我哋都有主辦咗個 Christmas party 啦。咁我哋都會買啲米啊，或者買啲嘢食啊，咁又買啲禮物啊。咁就受惠就有超過400個家庭啦，咁都祝福我哋願我哋用少少嘅物資，咁都可以祝福一啲家庭去度過佢哋一啲嘅難關又好，或者係祝福佢嘅家庭又好咁樣咯。咁好，咁講一講個代禱事項啦。依度唔圖文不符嘅依啲，咁依啲我講一講代禱事項有一樣嘢第一樣嘢啦。經驗啦，因為頭先講魚菜共生又好，或者講好多計劃裏邊都好，對我嚟講都好新，即係我都冇一個知識或者冇一個專業喺裏邊，所以都懇請大家為我喺依方面禱告啊！即係可能每一次服侍都好似有一座山咁樣嘅，咁但係都請你為我可以行過依座山，再行第二座山咁樣禱告。咁第二咧，持續堅忍同埋愛主啦，有陣時好。再好的服侍對我來說，可能當我迷失的時候呢，你做得挺好的話呢，沒有神在裡面呢，好像沒有跟神沒有關，你再好的服侍都好。希望我可以心裡面經常持續
坚忍爱主，单单爱主。系咁第三样啦，咁啊身体健康啦，因为我由上年五月去嘅时候咧，就生疮生到今日，生到翻嚟，即系嗰种生疮系即系好似截咗粒疮之后，你隔一两日佢就会含脓，咁你就截啲血水同埋截啲脓出嚟咁样咯。咁我最大嘅嗰阵时又唔识咧，之前有一段时间即系啱啱唔识嘅时候咧。佢係含到，即係而家個傷口有突疤痕嘅，咁大概銀仔咁大咁樣啦，咁喺一度，咁都請大家為我禱告啦，咁係啦，咁即係哇，即係見住自己，因為佢有疤痕啊嘛，即係有印啊，咁啊今次去咧就好似七仔草印花咁啦，咁下次嚟緊咧應該可能百佳榮寶煲嗰啲咁樣啦。咁啊，系啦，咁跟住同埋学语言啦，学语言里边都好重要嘅。咁即系虽然我同牧师同牧师太太可以用英语去讲啦，咁但系我自己就因为可以容易沟通，咁所以变咗可能更难去学菲律宾话。咁可能都系一啲简单命令式嘅时候就用，即系学得嗰几句啦。咁其他就少啲啦。咁所以都恳请大家为我去祷告，可以有一个心去学菲律宾话啦。咁跟住同埋visa 啦，今次因为 visa 咧，我 delay 咗成七个月啦，即系佢拖咗我成七个月。咁但系你申请 visa 系我逐年申请嘅，咁所以我今年又要申请啦。咁啊，希望佢唔好再 delay 我啦。咁同埋屋企人啦，最大嘅最后讲，所以屋企人我一个信，我爸爸我妈妈信，我爸爸未信嘅。咁我妈妈其实好支持我，咁我宣教呢件事，其实我用咗几年嘅时间去摸佢哋，或者系去同佢哋讲，咁以至即系去嘅时候顺利啲啦嘛。咁我爸爸俾好大自由我嘅，咁但系我自己虽然佢未信，但系当然佢人即系其实老人家老，你明唔明啊？就好想小朋友喺身边啦。咁好多时候其实佢哋有需要，但系未必同你讲。咁所以我今次翻去嘅时候，其实佢都成日经常佢会叫我帮佢手做啲嘢啊咁样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其实心里边有亏欠，因为唔喺佢身边。咁佢哋真系的而且确开始老嘅时候，身体上啊，心里边啊，都好需要自己个仔喺佢身边啊。咁所以都恳请大家为我去祷告啦。咁今年啦，咁我其实好期待新年咧，每一年新年喺教会嘅圣经嘅里边嘅。咁所以其实感謝主啦，我今年嘅聖經就係饥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咯。係啊，即係我當我睇呢度嘅時候，我覺得哇，感謝主，我班細路有飽飯食啦。咁啊，咁同埋都講一講啦，我自己就講一啲額外説話啦，好想鼓勵大家，因為除咗有陣時睇聖經之外咧，我去認識真理之外咧，我都會喺生活層面裏邊咧找到聖經。咁樣例如話我係星戰迷嚟嘅，其實我係星球大戰嘅 fans 嚟嘅。咁我自己就即係睇外傳啦，睇外傳嘅時候咧，咁外傳咧就講一班人咧就去即係偷啲機密文件，即係捨身取義嘅故事，我濃縮咗佢唔講咁多啦。咁但係我睇嘅時候咧，好大嘅感受，好大感受係啲乜嘢咧？如果有一日即係香港，大家可能有冇諗過啊？香港是一个安舒的地方，但有一天都会变，即有一天如果大家会不会都发生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即我不是说为了赢或者赢要威去死，但是愿不愿意你是舍身取义的一个，即中东其实是很需要这一班人。其实我昨天都跟一个小学同学聊天，他都是传道人，我都跟他说一样东西，其实中东很多真係好需要啲宣教，好多宣教士死嘅。咁係啦，咁我咁啊祝福大家啦嚇。咁同埋咧，近排有四個字咧可以好影響我嘅，咁我講快少少啦。咁就係、是、命中則中啦。咁對我嚟講咧，就係、是、因為我同天父同仔嘅關係係冇咁重嘅，我自己嚟講。
咁我君臣之間咧係重啲。咁所以對我嚟講，我有一日咧，即係我近排見到呢四個字啦，即係我睜埋眼嘅時候，我再冇遺憾。我縱然有好多錯，縱然人生跌跌碰碰，但係生命裏邊維持依份忠心，我上到天堂無愧於主。而依四個字，亦都喺聖經裏邊保羅講最後嘅段路嘅時候，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不但賜給我，但也賜給凡學慕他顯現的人。咁我最後最簡短一個説話就係、是、好多時候人揀慘啊，咁就一定會揀個靚嘅，但係神揀人咧，即係我都係嘅，都知道我衰格嘅，咁啊大家都可能都衰格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如果你嚟緊浸禮，如果你想去服侍諗緊嘅時候，唔好懷疑，神揀你。多謝大家。